張超雄議員。係主席，我想政府提供咧，向本會提供而家呢個發展計劃上面有邊幾塊土地係由一個業主或者一間公司擁有嘅，4000平方米以上個地點啦、數目啦，同埋嗰個業主。係，仲有冇？主席，我哋冇呢個資料。如果冇呢個資料，我相信你都要揾呢個資料，因為呢個發展計劃你定咗呢條規矩，你話呢啲土地咧係可以自行同你商議咧就發展嘅。咁我哋作為立法會呢度把關咧，我哋需要呢個資料去理解究竟有幾多呢啲咁嘅情況。可唔可以如果今日未有嘅話，事後提供？那個基本上咧，我哋冇掌握呢個資料。其實大家可以向土地審土地註冊處裏頭揾到。咁同埋咧，我哋講緊佢土地，佢可以自己幾個拍埋一齊成為一塊土地，唔需要係單一擁有者。即係合併都可以處理。我冇問到佢合併，我問緊佢而家已經係有一個單一業主擁有4000平方米嘅土地。這個政府擁有嘅資料，你究竟交唔交俾立法會？有冇資料可以交俾立法會嘅議員啊？我哋冇需要掌握呢啲資料，我哋做呢樣。即係你而家手上，我哋需要掌握啊嘛，你冇需要掌握。你定咗個規矩話要4000平方米就俾佢自己發展，我哋就要知道究竟係乜嘢發展。你哋可唔可以代議員做個 land search 俾翻議員咧？係，主席，如果係議員有咁嘅要求嘅時候咧，我哋可同地政署嘅同事咧要求佢哋去個土地註冊處度咧，去將呢啲資料抽出嚟嘅。好啊，我歡迎你幫一幫佢提供一啲資料俾佢哋參考啊。